又是谁呀？研究出站炮台上的老六位置啊？就海上轰炸的地图啊，那一进游戏就搁那蓄势待发的，等到那个炮台一过来，直接开个加速，一个大跳就跳那个炮台上去了，然后就搁那看戏呀，等别人都嘎了，直接站起来领个奖。那我寻思我也来一把吧，当一把老六，结果我一个猛子直接扎水里观战去了。哎呦我的妈！